日前因抽烟完美形象大毁的王渊，在神隐一个月后替时尚杂志拍摄封面照。这次他一改稚嫩男孩风，大摆成熟性感姿势，真的长大了。照片中，王源身穿白色上衣，将衣角微微掀起，六块腹肌若隐若现。他更是慵懒倒贴墙上，双腿微微张开，眼神迷离地盯着镜头，展现小鲜肉极致魅惑表情，慵懒性感姿势神撩广大女粉丝。大票网友看了直呼太犯规，少年的清纯和荷尔蒙总是被他把握得很好。看来这次的稚嫩小鲜肉大放送，真的让人有种武侠少年初长成的感觉啊！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